家好，我是 Tommy， 很高兴能够成为今次 Global 6K for Water 的教会代表。我们今次有机会一起参加非常好玩，又可以叫邻居一起参加活动，改善全世界所有小朋友的生命。在5月22日星期六，我们将会同全球超过40,000人，将能够改善生活的干净水带到有需要的小朋友当中。今次将会有一个很奇妙的旅程，每日有大概800位小朋友因为得不到干净的水而失去生命，还多个艾滋病和脚疾加上一种祸。每一个参加 Global 6K 的人都可以提供持久的干净水给有需要的小朋友，令他们不需要每日花很长的时间去很远就去拿水，令他们可以追求神想给他们做的事。最重要的是世界宣明会现在做一个优惠，当你在4月12日前登记参加，输入优惠码 Clean Water，登记费可以减15,000，咁大人咪只系需要俾35,000，18岁以下都只不过10,000啫。所以而家就上网用呢条 link 去参加啦。如果你有任何嘅问题，欢迎你哋随时揾我。跟住落嚟嗰几个礼拜日，我哋将会听到上年参加过嘅人佢哋嘅故事。佢哋喺疫情啱开始嘅时候参加，亦都会分享一啲佢哋嘅经历。最后多谢大家参加，我哋下个礼拜再见，拜拜。